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提升灶就是这么健康。欢迎大家从电视观音车况帅风点击官方播出个地包通告，来到我下次又跟大家见面了，还谢君王又想新营养秘密管理包大西的观音今天的节目有哪一些精彩观点。厕所以为弄用厨，王峰车比我做厨，换个啥辣台嘎家嘎装豪宅有一张，这盖累得的瓦线色恰佛准备不能等。哎，我们敢发现了吧？嗯，只要带入高档台球厅里头去，一堆人没亲戚，哎，这就梦想了。你都说了，人家是高档的酒店，所以啊，人家对于细节都是非常用心的。哎，人家手里都先干，嗯，一点别细的味道都闻不到啊。那是当然了。哎呀，这里头太齐全，都不搞得难过。这也是因为啊，他们方方面面都是很花心思的。对对对。我就想晓得哈，嗯，你岂不是让五个的卫生的在所有都用到别个味道？哎，岂不是不能香水啊？这我不知道，哎，但是啊，我在我们家的厕所可是放了一样东西。哦，放了些什么？看看今天的测评你就知道了。哎呀，哇，这么安静的店呢？我跟你说啊，对啊，我的玩家是不是？哪个敢熊在说的没有点味道？真是太惊喜了！啥子味道啊？天哪！我来清洁姐啊！哎呦天！观众朋友们在家会不会也有同样的烦恼呢？平日里厕所如果不勤于打理，很容易留下异味，但对于一些追求精致生活的女孩们来说，厕所有异味怎么能接受呢？所以网上最近有一款马桶小花格外受欢迎，一起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神奇好物呢？家里马桶一天一个味，老婆很嫌弃，还好我最近看抖音给老婆买了这个马桶小花，只要挤上三四朵马桶就会对你笑，你只要不对着它尿，小花轻易不会掉，每次冲厕所就相当于洗马桶了，一朵小花可以保持十几天，老婆很喜欢这个味道，价格不贵，少吃一个鸡腿就有了。新买的马桶小花终于到了，这是玫瑰味的，这个是海洋味的，小花颜值特别高，亮晶晶的像果冻，每次种上两三朵可以用上一星期，现在整个空间都是香香的，再也没异味了，老公都喜欢上卫生间了呢。贴一个就能去异味，顺便清洁厕所，这小东西真有这么管用吗？今天咱们就来好好测评一番。好，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手上拿的呢就是这个传说中的马桶小花啊，从色泽上看，看起来还是蛮好看的。那我们又从四个方面来测试它呢，第一就是它的味道香味，第二呢是它的持久度，第三呢是清洁度，那第四呢就是它的吸附能力。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吧。好，我们第一个呢先来测试一下它的香味。嗯，这我还没有拆开它的包装啊，我已经闻到了淡淡的香味，而且这两个颜色是不同的味道，这个粉色的呢，嗯，是甜美的这种花香味，嗯，这个绿色的呢是淡淡清爽一点的水果香味，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哟。马桶小花的使用方法倒是简单，用力按压在马桶内侧即可，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它的吸附力怎么样。好，现在两朵花呢我已经打上去了啊，打完以后我已经感觉到我们现在卫生间的空间是飘着香气的，很好闻哦。嗯，我手感摸一下，我感觉软软黏黏的，有点像那种小果冻的感觉，我感觉它的吸附力应该还是不错的，我用手要用很大的劲我才能抠得动它，嗯，吸附率还是不错的。好，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它的清洁度。打开水，马桶小花，还蛮难洗的。你看，我们水泼上去以后是有泡泡的。我们把水存一下啊，这样看的效果更直观。看，泡泡已经出来喽，哇，越来越多了。水池里蓄起了很多绵密的泡泡，如果是用在马桶里，日常冲水就可以起到保持干净卫生的作用。那么现在把水放掉，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水放掉了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朵小花呢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变化，那么它的用量应该还是可以的，我感觉这两朵小花没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按照这个量的话，我们能用到一个星期左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论是从香味、清洁力、持久力还是吸附力来说，这款网红小花的表现都十分不错，物美价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放心下单了。
哦，女鞋一到到里给我写个发呀。嗯，我们家用的也就是这个，你看小小一朵，又精致又好看，贴在这个厕所的内壁啊，水一冲无异味，多好。我们方便个，搞个鬼家庭也不贵。对，我飞机也买得起。那我们这个厕所啊，要找到一种高档酒店的广告。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提升灶，就是这么健康。广告是由创意平台在搞帅风点击冠名播出的第八段噶。接下来是晚间家风共同期待的美食秀盖。我就是传说中的青蛙王子，一江在等待我心目中的公主。为了得到结衣吻，我每年坚持锻炼身体，现在我会身材健美，弹柳一缕，静雅就是我赴约跟你走。现今由我洗个澡，把身子洗得亮亮，就像穿了一身王金干。为了从味觉上首先吸引姐，各位香料大哥都来帮忙了。哎呀，我突然有点子紧张，啷办呢？算了，叫牛牛兄弟跟我一起去闯下单。当我公主看到我的时间，姐为我着迷一个眼神，我就晓得姐已经同我征服了。蓝总，哇先生，全散。你看这香喷喷的一锅，这牛蛙呀就是女孩子的最爱哦，所以叫蛙先生是吧？当然啊，女孩子都很喜欢。哎，我觉得不是啊，我们男孩也非常的喜欢吃蛙。哎呀，吃了这个蛙之后，我们就是身强体壮，像这个蛙腿一样的。你不是爱吃蛙，你是什么都爱吃，你不挑食。但这个挺诱人的啊。对。这个呀、啊、是他们家里的招牌啊、招牌孜然牛肉蛙锅，哎、就说里面不仅有牛蛙，还有牛肉。哎，我是第一次吃到这样的搭配，牛肉跟牛蛙在一起。各家店的牛蛙有好多种牛肉，但是各家是主打。牛肉跟牛蛙的搭配确实是第一次看到。广州那个味道味好吗？讲来嘎个。哎，牛肉跟牛蛙的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哇，牛肉好大一块。对，你看。嗯。还是经过这个腌制的，我还在滴油，诱不诱人？哎呀，光是这个牛肉我就觉得非常的满足啊！牛肉好嫩哦，嗯，非常的入味哈，嗯，而且这个孜然味嘛，非常的紧实，而且就是大，没错，吃两块就饱了。你的胃没有那么小，像吃牛排一样。它的肉虽然厚啊，整个非常大，但是呢，它咬下去真的很软、很嫩，是那种 Q 弹的。就像你说，它也非常入味了，就是咬的占满了里面的汤汁嘛，里面都是有味道的。好，那我下来我们还是要吃点这个牛蛙哈。嗯，哎呀，这，哎，你好会挑哎，好大一坨的这个挑到那个牛蛙的腿，我也来一块。你都知道嘛，吃牛蛙。最好吃的部位肯定就是它的腿嘛，肉多的地方。但有的地方的牛蛙、啊、因为这个腿嘛太大了，所以就导致啊它不能够太入味，是不是？对，嗯，哎，但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之前也是经过了一定的处理的啊？对，你发现它咬过去那个肉外面是有一点点焦脆感。对对对，因为它应该事先炸过一刀，嗯，然后再放到这个很多料的这个汤里面再烧。很香很鲜，哇！如果多煮一下的话，就会更好吃了。嗯，来，我吃一个这个蛙的这个身子，哇，也是很大一块的肉。你吃的那一块应该蘸的汤汁比较浓。对，蛙身子它跟这个腿上的肉是不一样，它蘸的那个汤汁又更多一点，就吃的更 Q 弹一点。而且他们家的牛蛙个头都非常大耶。看它身上的这个肉就能看出来，包括你刚吃的那块身子、就它那整一块那个肌肉。对，其实我觉得这一盆啊，我们四个人吃应该都够了。可以的。如果再加上一些这个配菜进去啊，啊，基本上来六个人都能够满足了。像这样的热锅呢，就非常适合冬天吃啊。你看，我们先把里面的牛肉啊、牛蛙一起吃完之后呢，再加些汤，就可以放你喜欢吃的涮菜、蔬菜之类的。嗯，还可以加些荤菜也可以，它这都可以点。火锅两吃。每次吃这个牛蛙、啊、就要吃一桌子骨头，嗯，多爽啊，肉大骨头小，而且这一桌啊真的是口味又好还不怕烫，又是牛肉又是牛蛙。对对，蛙现在好像也是重新装修过了，对，这个装修环境呢也是特别的好、这个跟我们以前吃的味道也不一样了，相信他们家也是从食材啊到这个制作都已经做了一系列的改良。对对对，所以呢
欢迎大家都来品尝一下。白泽华先生在很多地方都开了这个店嘛，啊，像这个八一万达、红谷滩万达、西湖万达，还有这个通山路的天虹，还有这个梦时代的这家蛙先生，哎，都可以来感受一下啊，可以就近去享用一下这个美食。对，我觉得冬天吃上一锅热腾腾的这样的蛙锅的话，就是爽。对，和这个亲朋好友一起来相聚一下，吃一锅这个蛙先生，保证你这个冬天啊都会非常的开心。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吃的，拜拜。来。举手之间，厨房里帅风气冲造，就是这么健康。广告是欢迎回来再搞帅风电机冠名播出的第八段噶。接下来名字话是阿俊豪在段上说，今年要好给他在也不洗他素菜，中国的吧也不洗中国菜，洗菜可以泼人的沙拉。哎呀，虽然嘛洗洋菜哈，我相信呢，你在什么都会洗得家。现在我也味道乱用。沙拉富贵松需要的原材料有：西生菜一个，沙拉酱，土豆，香菜。现在就来教大家做这个沙拉富贵松哈。我刚才透露一下，其实这个富贵松和土豆有关。对。那这个富贵松到底要怎么做？这个菜它非常讲究刀工跟那个火工。嗯。啊，做这个菜它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嗯。想先给我们透露一下，这个富贵松如何让它就是土豆看过去像富贵松一样？啊，我们要把它切得很细，跟头发一样的。跟头发一样的。啊，然后再把它炸了以后就很漂亮。就会有这种感觉在，是不是？对。首先第一步是不是就炸土豆丝了？对，我们第一要做个沙拉，啊，就沙拉呢，其实大家可能在西餐厅啊，在一些酒店吃的比较多。其实沙拉调起来很简单，很简单吗？就是买这个卡夫奇妙酱，跟我们早餐吃那个馒头的炼乳，1:1的去调，就过去可以了，是不是？对，就可以了。哦，那个味道就会有好，有酸有甜的那种，对，有奶香味儿。就是我讲的这个1:1，就是正常的口味。如果你喜欢吃甜一点的，那炼乳稍微多放点。你喜欢吃酸一点的，炼乳少放点就可以了。按自己的口味来。对，但正常的口味就是1:1就可以了。好，你看我们今天选用的这个生菜是不一样。刚才我在介绍的时候说了，这个叫做西生菜。对。为什么要选这个？这个菜呢，就是我们西餐里面呢，它用的生吃的比较多。它这个可能跟我们平常吃的口感就不一样。对，它这个更脆，而且口感也很好，不会有了我们本地生的那种冲味。你像我们本地生菜，可能拿过来就最多是包肉了，那个那样已经是可以了。对。但是要作为这个西餐里面垫盘的那个，或者说你要生吃的哈，沙拉的那种形式的话，西生菜是最好的选择。对。哪里有卖呢？市场上超市都有卖。如果你没买到，你又想做的话，用我们的生菜也是一样的，啊，但是生菜的话，你要中间的那一些就比较嫩，要嫩一点的，又嫩又脆的那种。对，被外面的剥掉一点。外面那种深绿色的老叶子，你可能就用不了了。对。但这个是整颗都可以用的。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做这个沙拉菜啊，对这个卫生的标准非常高。嗯。就是你不要用普通的，什么切了其他的菜的砧板，一定要用切水果的砧板。对。啊，水果的刀。去做这个沙拉菜，因为待会儿直接就吃了。对，这个很重要哈，刘大叔提醒得很对。下面我们就开始炸土豆丝吧。土豆丝尽量切细一点，大家如果刀工不好，可以用上擦丝器。西生菜洗净后切成生菜丝备用。起油锅，土豆丝准备下锅油炸，油温呢要大概多少？大概60的就可以了，就是它油开始在冒烟。那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话，中途还需要关火？看情况，如果差不多，火大的就关掉。哇，好热闹啊！土豆丝炸成金黄色，表面炸脆后，就可以出锅沥油备用了。看，现在我们这个已经炸好了哈，先吃一口。嗯。特别脆。就要炸了，这样的效果才叫好。对，它这个油温还是要掌握好哈。对，现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沙拉酱挤在这里就可以了。其实很多我们在家里可能没做过西式糕点，家里是不会有裱花袋和那个就是那个裱花的嘴的，所以呢，今天你看我们的大厨他用了一个巧的方法，用这个保鲜袋把这个沙拉酱挤进去，把那个尖剪掉一点，不要剪太大的洞，也是一样的就可以了。对，爆炸生菜，西生菜，就是那个专门用来生吃的一种生菜，叫西生菜，还要再垫一层是吧？对。炸好的土豆丝上盘，堆叠成一个锥形，这道沙拉富贵松就做好了。
吃的时候搅拌均匀，看看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会吃的习惯吗？吃了第二口吗？这个没有，第一口，第三口，第三口。味道怎么样？很好吃，就是跟你以往吃的菜都不太一样，不一样，脆脆子，甜甜子，有点子，就是跟我们平常吃炒菜还是不一样的啊、哦。尝了一下，感觉怎么样？到酸酸甜甜，酸酸甜甜，孩子喜欢吃的，喜欢吃，喜欢吃。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富贵松哈，说实话，应该很多我们现场的人他们都没吃过，啊，所以吃完了以后都会感觉这个口感很新鲜，对，又有脆。又有这个甜，然后又有酸，总体来说还有一点这个酥酥的那种土豆丝的感觉。对，口感吃过去是很有层次、很丰富的。对，因为这个菜呢是一般别的地方都没有卖的，我自己创新的一个菜。因为我在吃西餐的时候，我想其实这个菜可以用这种做法，一个成本很低，而且也很都是绿色食品嘛，也很营养。试一试。对对对。那如果说关键的地方，你觉得是在于哪？其实真的有关键的地方。关键地方就是调这个沙拉，啊，沙拉的话就是。卡布奇妙酱和炼乳，啊，一比一比一就可以了。好，然后就是土豆松要炸熟了，这个油温要高一点。对对，因为西生菜切丝就可以了。好，其实注意到这些，比如说你买好了西生菜，再准备好炸好了这个土豆丝，再弄好了酱，这个菜就不会说难吃了。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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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大厨，那今天他教大家的沙拉富贵松，看个度，到位了吗？沙拉富贵松，味道香甜甜。毛想到为啥西餐的现在弄啥去的叔叔阿姨们真不缺钱，听说我扎上那个土豆丝啊，跟这个现在不利息必须的国家里，我告诉你，这个酱啊特别重要，卡夫奇妙酱跟这个炼乳记得有一比一的比例，大家千万要记清楚。好，我要再弄上了，先拿到哪个商量商量。大家好，我叫戚兰英，今天希望地保当家送个菜给我老伴吃。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美食爱心地，我是琪琪。咱们今天送的这道菜呢，在琪琪手上，大家看这摆盘特别好看哈，而且据说特别的好吃。那咱们这道菜呢，和平时吃的这种南昌口味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这道菜是七阿姨要送给她的丈夫的，他们就住在这栋楼的楼上，我们现在去找他们，走吧。好，我们到了这一家，七阿姨。哎，你好，我们来了。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现在来到了七阿姨家，叔叔也在身边。叔叔，您贵姓啊？姓黄。黄，黄叔叔，七阿姨。七阿姨这个姓比较少哦，是油漆的漆，对吗？对对对。好嘞，我们今天先尝菜吧。咱们今天这道菜真的非常吉祥。您先尝一尝，我们得拌着这下面的沙拉酱吃。来，粉丝，可能是粉丝。拌一拌这个沙拉酱，我们再尝一点，看看能吃出来是什么吗？阿姨再尝尝，好像是粉丝。叔叔说是什么？不是。那是什么呢？但是我吃不起，吃不出来。好吃吗？首先说。还可以。这个口味应该就是，因为它不像是普通的这种南昌风味的菜，然后吃出来是这种咸咸辣辣的，它的口感应该是又有一点点甜甜的，脆脆脆脆的。那我们现在来公布它是什么呢？它是土豆丝。土豆丝油炸，然后它就成了这样子。平时在家里面弄土豆丝应该是怎么弄的？我们是凉拌的。凉拌土豆丝，哎，这个吃法是，不是也不是我们江西人的吃法哦。差不多。也是。很多人这样吃。也是凉拌的吃，以后也可以这种爆炸一下。问一下哈，阿姨今天为什么会想到给咱们叔叔送道菜吃呢？他平时对我很好的，我在家里是都是老伴做，全是老伴做。搞卫生这些都是他，全是他。你们家这么干净哎！戚女士说，在家里她基本上可以当甩手掌柜，不需要做任何家务。丈夫对她的体贴，对她的好，她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很感动。真的，前年我检查那个脑血管长了瘤子，家里事都是他做，全是他做。那其实你看，叔叔您真的，你对我们阿姨这么好，阿姨一说到这件事情都有点激动的。现在是显得没事了，反正做点事啊，对心里有点好处的，知道吗？但其实还是更心疼阿姨。
阿姨，那叔叔是怎么包干这家里的家务的呢？您都不用做事了吗？现在对我做他都会抢着做，叫我不要做，我身体不好嘛。哇、叔叔你不要害羞啊，你真的好优秀啊。您是怎么想的？就是觉得应该这个时候就应该我做男人应该担当一点，不是，反正走到家里面干净一点就够了，就舒服一点、就舒服一点是这回事，也不是说爱护不爱护，反正两个人的事主这不这会会这么大的房间，就一搞下这个个把小时就完了。叔叔怎么这么含蓄呢？你看我们阿姨都要被你所做的事情都感动到流泪了，你还这么含蓄。但其实无论你怎么说，我们阿姨是心里懂你的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今天借着我们平台，阿姨有什么话想要对叔叔说吗？那我只有这样说，老伴辛苦了，谢谢你。淡淡的爱大概就是跟相爱的人一同分享生活的幸福，只要坚信平淡生活中有爱情，那么这份爱情就能让您的生命因此而光彩照人，只要您从这份爱里得到快乐，那么这就是一份适合自己的爱。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样的愿望希望咱们美食爱心地替您实现吗？如果有的话，欢迎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79183168000，我们尽力替您完成。我想问的是，不管老妈子身体行不行不舒服，做老公的都应该分担家务。但是今年的人，如果你愿意跟老婆分担家务，保证你们俩杠上指数啊，都会直线下降。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又给大家把在前面过去这方三分钟时光亮播这个频道通告，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气冲造，就是这么健康。欢迎到通告，有什么耐心？娘你还是老师干啊，温点奔啊，只在这里等待大家，娘再见，拜拜。这是牛油啊！啊，对，我最喜欢吃你们店里的牛油，味道还是这么好。来，亲爱的，冰河怒味，喝过瘾。铁马金戈一路行，好，来来来，好，各位兄弟姐妹。